那本是流行读什么科？日本的留学生吗？对对。之后我哋误打误撞之下咧，入咗嚟一间日本嘅泰国餐厅，话佢系嫁咗嚟日本嘅泰国人嚟。我哋今日咧嘅朝头早咧就谂住去呢个雪茄家嘅牛肉饭店度食早餐啊！好冻啊，今日都得三度嘅。行到过嚟污染四条，似乎好多人都喺度翻工啦，人流多咗啦，又带到多公车啦，感觉似翻一个繁华嘅城市啦。好，我哋到今日嘅目的地啦，食早餐，入去啦。好，今日早晨嘅第一餐喺日本，除咗食拉麵之外，下一样一定要食嘅嘢就系饭粒。呢份系连左边都觉得好食。好啦，我哋啱啱搭完呢一个市营207号嘅公车之后咧，终于嚟到清水道落车啦。好话咁快嘅时候已经上到嚟清水寺啦。咁呢度咧，听讲咧系全日本最古老嘅寺庙嚟嘅。其實我覺得清水寺其中一個最靚、最吸引的地方，其實因為佢地勢夠高，所以可以遠望到個城市景，其實真的很靚。我哋準備入呢個清水寺最多人影相的地方啦，咁係大人400 yen一個人嘅。好，清水寺。入咗嚟呢度之後咧，我覺得由一個橙色嘅世界嚟到呢個木色同埋啡色嘅世界，突然之間呢度所有色彩咧都灰淡咗嘅，咁有一種咧好莊嚴嘅感覺。我行路都已經唔夠行慢咗。不過我依家身後呢個地主神社咧，就係聽講咧係專門求姻緣嘅神社嚟嘅。想唔想行下呢個廟啊？呢、這個廟係嗱，唔係求地主公喎，呢個係姻緣嘅，求係啊，什麼即係正緣係咪？你求你姻緣你去啊！我唔使求啊，我問下你哋。不要啦，好啦，走啦，我哋。啱啱身後呢一個咧，其實就係京都最多人清水寺喺度照嘅地方嚟嘅。冇錯啦，呢個係睇清水寺嘅最佳角度啊！我哋依家咧就慢慢行出呢個清水寺範圍啦，跟住行落去嘅位咧，應該就係二板路同三板路啦。咁聽講咧，點解叫二板路同三板路呢？如果你喺呢條斜路嗰度跌親嘅話咧，咁啊代表你剩低兩三年命嘅人，所以大家記得千祈唔好喺呢度跌親啊！我係唔會將呢個傳說講出去俾佢哋知道。咁因為呢條路有好多條樓梯嘅，咁所以咧會咁樣騰頭行，咁樣對個膝頭哥咧其實係舒服啲。日本的巴士咧，佢系喺中间道换到上车，然后喺前面道换到落车嘅。前面道落车嗰啲人咧，就唔会俾排紧队嘅人挡住咗。呢、嗯、有个好大个锦字咧，就系锦市场嘅入口啦。我哋行入去啦。啊、，back， 冬令。日本是流行读什么科？日本留学生吗？对对。留学生比较多的还是经济。然后我是读日本教育的。Sake OK。锦市场度咧，沿路去到尽头咧，就有个锦天本宫呢个寺庙嘅。呢两日见到其中一个最靓嘅寺庙嚟。據講咧，就係呢一隻神牛咧，你摸一摸佢咧，人係會聰明咗嘅。所以好多嚟到求人咧，都係啲學生啊，會嚟求學問。好，依家我哋誤打誤撞之下咧，入咗嚟一間日本嘅泰國餐廳。咁啱啱同咗個 staff 傾偈啦，咁佢話佢係嫁咗嚟日本嘅泰國人嚟嘅。我嗌咗個咧係泰式燒豬肉飯啦，但係佢寫住有味噌味嘅。我未聞到任何味噌嘅味住啊！咁知有個咁嘅類似杯嘅物體。咦？原來呢個餐個飯咧，其實就係一嚿飯團嚟嘅。有日本嘅飯團加上泰式串燒。試燒頭盤之後咧，佢沙律都係日式嘅，佢用翻日本最常用嗰只胡麻醬。好，我哋試下呢個串燒啦。個醬都係典型嘅泰國燒烤嗰啲醬嚟，有啲花生啊喺度，但係成個口味甜好多，我覺得。
咁 overall 咧，我係食唔到有味噌味嘅。我哋啱啱咧就上咗呢個10号嘅公車，將會去嘅地方係。在哪裡呢？好，我們已經到了這個一條通商店街了。其實這個一條通商店街呢，其中一個地方呢就叫做百鬼夜行資料館的，就是聽說呢有一年大掃除，這裡的人就將所有東西丟掉，到夜晚的時候呢，那些丟了的傢俬啊、杯碟啊、坑巴冷餐就全部變成了鬼，我回來找他們。其實六點鐘都未到，但其實他已經收了所有店鋪了。今日七叔同爸爸買咗一箱士多啤梨，我哋慢慢行翻屋企，準備食士多啤梨啦。翻到屋企啦，呢度就係我哋屋企啦。